朱晨毅同三位应届港姐宋婉颖、梁海晴、邵初呢日一齐出席慈善晚宴。朱朱嘅打扮更系仙气十足。12月2日就系朱朱嘅生日，唔知佢有计划好要点过未呢？其实计划就冇话冇嘅，但系真系太多计划啦。因为咧，除咗朋友约我之余啦，咁其实我都要讲声，即系咁多个朋友真系有少少对唔住嘅，因为我即系手头上比较多工作，咁因为年尾啦嘛，咁紧有好多嘢要处理，咁所以我惊我讲唔切喺生日之前同佢哋每一个人都可以食到餐饭咯，咁样。咁如果唔紧要嘅，如果食唔到呢餐饭，我哋生日之后，冇错，我哋补食啦，好唔好？希望你哋可以体谅啦。讲翻生日啦，你有咩生日愿望咧？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。我想最簡單的生日願望就是希望身體健康啦，因為即係不是話自己年紀大，但是我覺得而家呢個情況真係身體是最緊要的，係啦，即係如果你身體不好的話，做乜嘢都做不到啦。早前陈伟宣布同医生男友陈医生结婚的喜讯，在求婚 party 见证感人一刻的朱朱，这日讲起当时的情况都依然很兴奋。不过最估不到的是，当日 party 开始前几分钟，他才知道陈医生要求婚。我是直到吃饭就来求婚的前，即是可能五分钟，然后姐夫就告诉我，你知不知道我阵间会做什么？然后我望着他，我呆了，我不是吧？真係㗎，佢都未講啊，因為我一路都希望佢哋快啲結婚啊嘛，但係偉哥就成日都話：哎呀，唔知啊，冇心急啦，係啦係啦，會有咁樣嘅表態。咁然之後我係，哇唔得啊，你而家唔好講住，因為即係佢再繼續嗰個 conversation 咧，我就即係會自己流眼淚。咁偉哥見到我嘅話，佢肯定估到係乜嘢啦，所以我話你千祈唔好再講落去，然之後我就避埋一邊，即係背住佢哋，我唔出聲咁樣，直到佢講即係播啲影片啊，然之後又唱歌又成，我第一次聽姐夫唱歌。所以係咪你喊先啊？我係喊到仲嚴重過偉哥主人家嘅，你明唔明啊？